经论里头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有缘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好学，好学就是有缘，啊，这个经论里面常讲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个人就有缘，啊。 如果实受持读诵，不为人言说，这小陈。啊，为人言说，肯帮助别人，这是大臣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如果没有下面这四个字，能不能完成极乐世界呢？不能。啊，为什么他是小陈？西方极乐世界。 小城中不生呐、啊。那我们也看到，有一些老阿公、老太婆念佛往生瑞相西游，那他没有为人眼熟啊。那他怎么能往生呢？我们要晓得。 他是没有语言为人言说。我们今天讲的是，他不拘这个条件，他不是没有心愿的，他有心愿他没有这个条件，哎，他能往生。那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心愿，不能往生的。 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大诚心，都是大菩提心啊，大菩提心，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啊。虽然不能给人讲经说法，遇到人都劝他念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。啊，不可以说遇到人理都不理，我自己念阿弥陀佛，不管他。我到极乐世界去，他们就堕落。这个人不能往生。 逢人多劝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